我们特别在我们的台铁大厅来举办，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台铁大力赞助。而今天呢，有一位在台铁服务33年，我们台北站的站长黄荣豪黄站长要上台跟我们说几句话，我们来有请黄站长。哇，黄站长在我们台铁已经服务33年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们漂亮的主持人以及现场的嘉宾，大家好。那我想现在我们晚上的黄金时间，吃饱饭后的一个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火车情人。那当然台铁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华视合作，在今天台北火车站的大厅来做一个见面会。那当然我想这个内容里面很多剧情跟火车的一个生活有很大关系，不妨大家慢慢的让它欣赏下去。我想当然火车情人现在将来一定是会收视长虹的，那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站长。因为我们刚才剧中看到我们书豪演的是列车长哦，里面比如说